雖然咧，我鬼仔性格啦，但係我都相信中國人嘅傳統話咧，鬧新房鬧質越勁，一對新人咧將來係會越幸福嘅。 所以我已经准备咗好多嘢同大家玩噶啦。睇我嚟，大家都见到噶啦，我姐夫身上面咧系挂咗一个袋噶噃，阵间你哋会将啲波波掉入去啦，你哋掉咗几多个波波入去嘅话，就代表你哋会祝愿我嘅姐夫将来生到几多个仔噶，而最重要嘅就系代表你哋一阵间会得到几多封债利是。 鬼仔性格啦，我唔打乒乓波噶，我打 golf。OK，我得噶，成粒我强项。但系万一我唔系净系抌中佢个袋，咁佢咪要饮好多汤水先补得翻？吓，我唔理啦，我净系要大利是。讲咁多做咩啫？计时啦，你哋有一粒嘅时间。冇错，系一粒钟嘅时间。 闹新房闹几分钟边够玩啊！我有咁多大利是。Are you ready? Yes. Go. 你知唔知道今晚系我人生里边过得最漫长嘅一晚？乜你同我结婚咁难为你？唔系，我根本就唔想摆酒见咁多亲戚，更加唔想闹新房。我净系想好似而家咁同你。同我咩啫？咩咩咯？ Kia, 日本个 Kawaii 啦，印尼个 Eddie 啦，仲有南韩个金树基啦，同埋内蒙嗰个 阿拉产琪琪噶。我今日结婚，你要讲我前度女友嘅故事？唔制啊，家姐，姐夫吓我，姐夫吓你咪啱咯。再嘢将所有前度女朋友嘅嘢都话晒俾我知嘅，好似佢喺黎巴嫩拍咗一个月拖嘅 Anna Sherman 你冇讲咯，同埋喺南非拍咗5个星期拖嘅 Kate Adram 你都漏咗。小波哥真系要减人工。 细佬，你做咩要查姐夫嘅恩爱事啊？家姐，家咩事啊？叫家姐都冇用，你点解同我拉埋嘴？唔系我，听日话俾你知，卡你嚟用钱，卡你快啲卡，卡你嚟，卡住我头，救！喂，冇啊！你担住，喂，家姐，家姐，滚我走！好彩我仲有杀手锏。 公啊，我头先系咪好恶啊？唔系，你不知几有型啊！你系女神嚟噶嘛？我好爱你噶。咦？老婆。
老婆，不要老中医，老公，老婆，老公，你点啊？我条腰啊！哎。我真的不明白點解洞房洞房洞到嚟病房先得㗎？你哋咁積極啊，我唔知道開心抑或唔開心。都唔知點解間房點解咁多鬧鐘嘅，我起身我就點啊，好痛啊！唔緊要啦，姐夫，少少苦楚等於激勵，等於苦海分細浪，用盡嘅力氣，我勇氣總會啊！醫生，我老公佢點啊？哦，放心啦，佢冇咩大礙嘅，不過呢幾日要好好地咁休息。不可以亂喐條腰，千祈唔可以做劇烈運動。嚇！唔可以做劇烈運動？醫生啊，佢哋啱啱新婚嘅啫喎，唔做劇烈運動，我邊有孫抱啊？咁咪好咯，我哋瞓天橋底嘅啫。你唔好企啫，你想翻屋企噶嘛？個個都有問題噶啦，最緊要咧係有勇氣面對，唔係逃避。你都有勇氣瞓天橋底咯，點解冇勇氣行翻出去啫？記住啊，你哋唔係垃圾，就算係。都可以循環再用噶嘛？仲有啊，聽你 jam 歌嗰陣時咧，聽得出你好愛音樂，點解唔可以愛自己多啲咧？嗱，今日咧，你哋就錄第一首歌，不如你諗下，如果呢首歌要送俾一個人，你想送俾邊個？我想送俾我以前女朋友阿 May， 我想同佢講，我真係好掛住佢。希望佢可以俾次機會我啦。我想送俾我個老婆同個仔，我一定會改過自身，唔會再剔嘢。我就想送俾我以前啊訓導主任啊馮 Sir 聽，你一直俾機會我，我仲喐手打你。我想送俾我媽，我媽未死，不過已經對我心死啦。我希望佢有個機會。令起死回生啦！咁你咧？我会送俾佢咯，系佢令我唔再执迷过去，重新开始生活。嗯，咁入去准备一下。相信有转机，往往是好像一出戏，别要为这世界太过伤悲。随时间经过我身边，赤子的心不改变，怎样开始，怎样终止。谁敢于一生都压抑，谁可不舍不弃，人总需相信自己，人总需依靠自己。曾话过我活着便精彩，无论你始终都